彰化縣政府為了推廣國產的羊肉和彰化的健康豬肉，17號在鹿港鎮體育場舉行2019彰化羊肉節和彰化健康豬肉的推廣活動。現場是準備了12000份好吃的羊肉湯、羊肉米糕和彰化健康豬肉煙腸等等，讓大家免費來品嚐，希望藉由活動來將彰化在地的優質肉品行銷到全台。官府举办彰化羊肉节和彰化健康猪肉推广活动，现场是来了真侪民众到场参与。馆长指出，彰化县的羊肉生产是全台湾第一名，猪肉是全台湾第三名，特别是羊肉的胆固醇和脂肪拢较低，也有真丰富的胶原蛋白，真适合在变化季节的时阵来吃。彰化健康豬是经过兽医师的检验，好民众食了安全，食了健康。来举办咱这个一年一度的这个羊肉节哦，咱彰化县羊肉是生产全国第一，咱的这个猪肉是全国第三，而且我们长期以来有做这个健康猪哦，透过咱的兽医师不三皮哦，拢在做检验的工作，会使讲健康猪表示就是食了上安全、上健康哦。目前伫咱彰化。关的这个健康猪，在咱的这个全联超市800多间，以及嘞，咱的这个丰康超市，拢有在卖咱的健康猪。那咱的羊肉，咱人拢知哦，这个 KO 地区溪州地区的这个羊肉嘛真有名。欢迎咱的乡亲哦，有机会过来吃咱彰化生产好的这个羊肉，甲咱的这个猪肉。馆长表示，这活动将彰化优质的肉品行销全台湾。让参与的民众吃了非常欢喜，同时行销彰化在地优质肉品。新彰化新闻蔡良清鹿港采访报道。